guys. You are live, huh? After this music, you go live immediately. Winston? 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个荧幕在 live 开始啊，有，你可以开始啊，没有，那个 live 还没有，我们在里面，有吗？有 ，Hello， 大家好。 听到没？开始啊！Vincent又 hang 出去了。Vincent hang 出去了，等等。我们先开始哦。OK，So 大家好，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伙伴，他有点卡。 所以他可能会进出啦，可是今天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是吧？等一下，大家请稍等，我们的嘉宾多一下才会进来。OK，So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So 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我两位团队的精英来到这边做一个分享给大家。So 我是 Matthew， 然后我也是 Cornerstone 的 leaders， 另外我也是 MEG 的 founders。So 欢迎他们自我介绍一下，Vincent Jordan。Hi， 我是 Jordan。 我是MEG 的 Managing Partner 啦，我也是 Cornerstone 的 Leader 其中之一。谢谢Matthew 还有 Cornerstone 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你们 sharing 一下，我是怎样去做我的房地产，还有我是怎样加入这个房地产的。OK， Vincent。 Vincent很累，努力的哦。赶紧，所以我们要等他吗？所以我们不用等他先吧。OK，所以我们就不要等他。我先介绍一下Vincent是谁啊？OK，Vincent 其实是一个我们团队的一个很强的领袖，就是他其实在。 他其实刚读书毕业出来，他做了房地产大概一年，然后他就hit 到他自己的 target， 然后就升了领袖这个职位。说、so, 他进来了，说、so, 我想要让他自我介绍一下，Vincent 可以吗？你的 line？ 如果不能，我就不自己帮你介绍了啦。OK，说、so,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导，他其实也是90后。 然后他今年23岁，他就加入了房地产。他在读书的半中，他就已经加入了房地产，然后就开始了自己房地产的这个生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我们是想要帮助更多的人，OK， 可以在这个道路上成功。另外，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分享给大家，我们还有一个看头要介绍给大家，就是一些。 很美的 property， 就是可能below market price 啊，可能你不用到钱想买 property 啊，这些东西我们会去分享给你们。So 今天我们就来反问他们两个。So since Vincent 他的 line 有问题，我们就先访问 Jordan，OK、okay, 可以吗 ？Jordan，OK、okay、吗？可以啊，我们来开始哦。OK， so Jordan， 我听说你是 IT 毕业过后你就直接加入房地产了。So 到底为什么你会要加入这个 sales 的这个行业 ？OK，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从 IT 毕业了之后呢，我不是先做房地产，我是进了一间 engineer 的公司，然后我在那里做大概有一年左右啦。其实我们做的时候呢，每天都加班的
一个星期差不多做超过60个小时，拜一做到拜六，然后怎样做我的薪水还是不破4000啦。所以再来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有听到人家讲房地产很好赚，很赚钱，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听过这样子的东西啦，房地产很赚钱，都这个就。我就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就是房地产这个东西。然后我就买很多有关于房地产的书啊，到底怎样在房地产投资才可以赚钱，然后赚取一个 passive income 啦，就是讲我不需要再去做工啊，还是什么啊。做了 engineer 工1年之后，我就辞职哦，不想做了嘛，因为突破不到那个4000块的那个薪水啊。我就直接加入房地产咯，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学的话啦，我不如直接去找一个房地产公司来进，自己在里面学会更好。然后我就遇到了 Cornerstone 啦，之后我就加入了 Cornerstone 咯，就开始了我的卖屋子的这个行业。OK，很好，很好。OK，所、so, 以在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可以麻烦大家做一件事情嘛？因为等一下我会有康淘介绍给大家嘛，就是一些不用钱可以买到房子跟一些below market value 的一些 property。OK，所、so, 以今天我们不会有很多这种这样子的 property，可能我们会对，有3到4间这样的 property，所、so, 以我们可以介绍给你们。可是我们会在这边，我们会选那些 share 的比较多的人，我们会给你这个东西，好像1个 million 的 property，我们怎样用600千可以买到这个 property 这样子的东西。所、so, 以等一下我们会 share 给你们，我会请他们两个 share 给你们。可是现在麻烦你们帮我们做一个 share 出去给你们的。给你们的朋友啊，还是给谁？因为我们希望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给这个 OK。康头，我们会选5个人，然后我们会给那些有 share 的人呐、啊，就是讲你们先帮我们 share 出去，然后等下我们 share 康头的时候你们就写 comment property，然后我们就会有人 PM 你，就是这样简单。OK。所以你们听到我们讲话吗？听到的话，你们扣个一；听到的话，你们扣个一。会很卡吗？会很 lag 吗？听到吗？听到我们讲话吗？听到的有话，吗？你们扣个一。Hello，Hello。有听到我们讲话吗？如果听到，扣个一，因为线会最近的线比较卡，所以那些。很多 live 啊，就是会很卡很卡，所以我们想要看一下，到底你们听到我们讲话吗？如果听到的话，我们可以，你们可以按个一吗？好像听不到我们讲话，这样。有吧？应该是听到。想 OK，看 comment。收交那个。OK，听到哈。OK，说、so, 这样子。所、so, 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为什么会加入这个行业，就是你的经历嘛。所、so, 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加入这个房地产，OK？加入这个房地产，OK？你到底对这个房地产你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东西突破了你，还是你有什么改变？首先，这个就是我第一个突破啦。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做 live，所以其实我是很紧张的。OK，讲突破的话，其实每做一样新的东西都是一个突破嘛。所以，我先不讲突破了，我先讲我们生活上面的改变。因为做的东西不一样，其实我们赚的钱也是比打工啊来的。赚比较多啦，可以这样子讲。然后物质上面当然是会有一点改变的。就当我们买得起以前想买的东西的时候啦，其实我们的想法已经是在改变了的。就很像我们之前在打工的时候，完全是没有想过哦，我有一天是会跟一群人每2个月去做一次慈善啊，去老人院啊，还是去孤儿院去捐东西给他们吃，因为我在。20多年前，我都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我今年24岁嘛，在我 maybe 23岁到之前，我都没有去过老人院，还是没有想过做这些东西。所以我是想，当赚到了钱，就会回馈社会啊，还是什么咯？然后讲话的话，
这一方面也是有很大的改变啊，因为我们平时做 sales 的话，都是在 provide value 给我们的 customer，所以以前是不敢跟人家讲话，或者是不敢去 approach 客人去跟他们讲话的。但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顾客，现在我们的顾客也变成我们的朋友，然后很大的突破就是我可以用我自己去影响到我身边的朋友来跟我做这一行哦，也改变他们的生活。OK，所以就是 OK 讲吗？，OK，就是讲，今天你进来 property 是一个考验，是一个突破了。你的意思是这样讲，对，对吗？这是我的一个突破啦，这样挑做战了了人很多生不改，同新的东西。这样做了人生改变，你觉得你还有什么东西是或者你家还是？你的全部的东西有任何改变？我的家人是本身是很开放啦，他们没有讲阻止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东西，但是他们看到我在这一个行业赚到钱，他们也是很开心的。就是我不需要再靠家里的 support 啦，然后我平时有赚到一点钱，我还可以给家人一点钱用。OK，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想问你，说、so, 在这个 property 这个行业哦，OK，我是听说啊，你做了一年，在这一年里面，你又买车又买房，然后到底是一个，你到底怎样做到的？OK，首先，我觉得最重要是选对公司啦。然后，这一行业其实很多人觉得一进来很容易卖，进来就有10千块、20千啊，随随便便都做都有。其实是真的是这样子，只是呢，前提是你要肯花时间去努力，付出你的时间去做这一行。然后，其实我们后面做很多东西啦。人家是就是以为我们平时只是收 check 啊，去卖物资啊，还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平时做的东西，可能人家做工8个小时，我们做工12甚至是14个小时。然后，这个就是怎样，我们怎样去做到这样多东西啦，就是赚比较多钱。我觉得对的公司很 OK，重要啦，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个公司的方向走的话，像我现在这间公司 Cornerstone 啊，我们这间 Cornerstone，它其实是 provide 很多 training 给我们的公司，就是会请 coach 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Cornerstone University，甚至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还有给我们 free 的 leads，就是当一个新的人完全是 zero basic 的时候进来的话嘞，他会 support free 的 leads quality leads 给我们的agent，然后我们的 agent 可以从中去赚到更多的钱，然后再来自己学讲打广告。OK，很好。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 Cornerstone 的一份子啦，所以这个是真的东西啦。就是其实我们 Cornerstone 我们给的东西，就是我们尽量想要一些年轻人加入了我们，OK，加入我们这个平台，然后我们帮助他们去赚第一桶金，而不是今天我们让他们进来呀，我们让他出很多钱，然后去打广告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只希望今天他加入我们，他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不只是要改变他的生活，对，我们也不只是要改变他的收入，我们要改变他的人格、他的态度跟他的自律，全部东西我们会改变到的，就在 Cornerstone 可以给到你的东西。所以，对的平台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OK，我有平台，你可以加入我们。OK，So，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呢，他就很叻。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又进又出，又进又出的，所以真的是有点奇怪。可能我就先跟他讲，叫他不用进了啦。OK，So、okay. Jordan，你那边 OK，So、okay. 另外哈，就是你刚刚讲，Cornerstone 给了你这样多东西。OK，其实 Cornerstone 给了你什么？其实 Cornerstone 给了你什么东西？除 Cornerstone 啊，了 leads 啊，除了这个东西，除了那个东西啊，他还要给你有什么？为什在么你会一直跟 Cornerstone。着这个公司？因为我知道的是，这个市场上啊，很多 property agency，OK，、okay?
So 可能外面的 property agency 给你的 offer 更高，比 Cornerstone offer 给你的更高，为什么你还在 Cornerstone 呢？其实在这边呢，这个公司他的老板，他给我们机会，就是讲我们可以，maybe 有一天我们也是变成老板的班呢，就是我们变成老板，也是拿着公司的 share。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做到这样子的东西，去acquire 到这样子的 target 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变成公司的老板之一的。然后我一进来，其实我的 initial 就是要学怎样去投资物资嘛。公司是有一个 OK。system，就是有一个 club 啦，给我们 agent 就是赚到足够的钱的话，你 hit 到一个 tier 的话，我们可以跟着公司一起去投资 property。然后最主要是我们全部人都很像一个 family 这样啦，很像老板有时会 call 来呀，你很像有时候会 call 来，因为你也是我的 leader 嘛。然后你也知 OK。道，这个东西是怎样跑啦？我们都是很像一个 family 这样，没有很像分 level 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它 invest 的东西都是比较有远见的。像我们现在主要是 invest 在 IT 的部分嘛，OK，IT 这一块很多 agency 都还没有在做着，都 IT 会怎样帮我们？现在都是投资这 AI 了嘛？我们之后 maybe 我们也不需要打广告，就很多 inquiry 进来跟我们买屋子，所以就省了我们很多时间，都方向比较长远一点啦，看得比较远一点。OK，所以我补充一下这个东西啦，就是其实我们公司它 invent 了一些technology，让我们更容易去找到顾客，更容易去打到给顾客。而且以后因为有这种 technology，我们其实完全不需要一直去打 Facebook 的广告，就是我们其实只需要用到这个 technology，我们就很容易让 customer 自己来找我们。OK，这个是我们公司现在 invent 的一个新的 technology。第二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公司其实它有很多 scheme 去帮助 leaders，去帮助juniors，OK，很快速的去赚到第一桶金，就好像他们两个这样。其实他们两个其实只是跟我聊一年左右，可是他们的进步是非常的快的。在一年里面，我看到他们从小车换大车，OK，从没有房变有房，OK。So，全部东西就是一点一滴去赚回来的，就像其实他们两个是哪里来的嘞？他们两个是 PD 本来的，OK，Boxdeason。So，在 Boxdeason 呢，我也不知道怎样找到他们来到我的 team 跟我一起打拼，OK。So，Jordan，我想问你啊，为什么你会 join 我的 team 我为什么会 join 你的 team？我一 join 就是 join 你的 team 了，我没有的选的了。这样，为什么你还在我的 team 呢？你没有选。因为你有远见咯，你强嘛，我就跟着你哦。什么远见，什么强？你看东西很远因为我们最主要做人看东西，最主要是看得够大嘛，目标要够大，才会走得长远，所以。你看的东西很大，我就很喜欢你这一点，所以我就很跟着喜你。欢呐、啊，很喜欢。有没有想过要跟我在一起？没有。嘿，哇，不好意思，大家，因为 Vincent 的 line 真的是实在有点 lag，所以不用紧，我们就无视了哈，我们变成两个人 sharing，哎，Jordan OK 吗？这样子，可以啊。我们两个人 sharing 就好了，我觉得。OK，所、okay, 以、so、今天呢、啊，如果你们留守到最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康桃介绍给大家。我再讲多一次，我们会有一个康桃介绍给大家。那个康桃是什么呢？康桃就会让，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很好的 property，就是会介绍给你。其实。如果没有错啊，Vincent 其实他最近有找到一个新的 developer，然后那个 developer 给了一个很好的 offer，只有给他5间啊，好像是。那5间是不需要用到任何的钱，不需要给 booking fee，也不用 OK，什么都不用给就可以拿到那间屋子。可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只有5间。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OK，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打一个 PM property？等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就会去找你 PM property，我们会介绍你那个最新的 property。不用用到1块钱，你们就可以得到。Jordan 有补东西要补充吗？对，因为这个 project 是现在 market 上没有，还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啊，连 booking 也不用给钱的，这个是我们的partner Vincent 他去跟 developer 拿回来的，所以
这一个 part 的话，你们 share 出去，然后我们会在下面 PM 你们，你帮我们 share 一下，我 OK，们 PM 你们。只要你们打 PM property，OK，我们选5个，我们的助理会去找你们，给你们知道我们的那个 property 到底是什么样的 property。嗯，对，OK，都，你还有东西要问吗？有，还是你要问我吗我问你啊，？OK。你有什么忠告或者是 advice 给那些想 join 房地产的人？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倒闭嘛，像美国今天有一个石油公司它倒闭了，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应该是马来西亚也是会很多人失业。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对想加入房地产会或者有这个念头想加入房地产的人，你有什么忠告给他们？OK，这样子讲啊，其实我是一个，因为在我上一个 life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其实我的家庭是不支持我做房地产，他想希望我去就是做他们的东西。在我加入这个房地产这个时间呢，就是会很煎熬，因为他们一直跟我讲的东西就是，地产不能做啊，然后很多 agent 在外面啊，根本不可能，跟着你不可能赚到一个很大的钱。可是我知道，在外面驾大车，在外面买大房的人，有一部分都是做房地产的。OK，这个是我最了解的东西，所以我就自己想，OK，我自己的东西，OK，我要自己去创造一个 value 出来，然后我自己的决定，我要自己去，我要去坚持去守我这个决定。说我的人生嘛，我要自己做决定嘛。做梦，我的人生要听人家讲，然后去做决定呢。说到我加入了这个地产的时候，OK，我发现到，好像很容易做，因为房地产就是你只要有一个很好的 system，你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平台，OK，自然而然你就很容易赚钱。这个就是 cornerstone 给我们的东西，又给我们 leads 啦。又给我们那个 list 不是 cold list 也不是 recycle list，那个 list 啊是 warm list。他们打广告，他们直接给我们，我们 call 过去，我们只是要约一个 appointment。所以当时候我只是做这个动作，我每一个月大概卖了5间到6间左右，这样子这这么个多就钱？是，谁？六千一个月，5间到6间左右了，每一个月，一千多少钱？大概跟他们一学一下间给我。OK，一间是 OK，房地产呢跟你卖。可口可乐是不一样的，那个 Coca-Cola，你卖 Coca-Cola 哦，那个 Coca-Cola 2.5块，可是呢，你拿的本钱呢，可能是1.8、1.9，你才赚那个几毛钱。像房地产啊，你只要卖一间屋子啊，OK，你就有1万块啊。你每一间屋子我给你1万块，每一间屋子你有1万块。这样子房地产很多人讲很难，可是还是很容易做，因为每一个年轻人呢，他都要买屋子的。好像现在你讲年轻人哦，他可以住我的屋子吗？这好像你啊，Jordan。你啊，Jordan，这样，你今天你想要住在你爸爸妈妈屋子吗？你现在赚这么多钱了啊，你还想住在里面吗？还是你想要买一个新的屋子住外面？我是没有讲想不想啦，可是有钱了肯定是会想去买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在未来啊，可能你生孩子啊，还是结婚啊，你都会需要到那一间屋子去住的嘛。嗯，OK。我觉得啦，这一样东西就是屋子这样东西是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他们需要的，不管是有钱没有钱。或者是有了很多间屋子的人，如果有钱的人，我觉得他们会买多一点屋子哦。没有钱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去买一间比较普通的屋子。但是这一行业的话啦，是永远都可以做的。所以如果你们要做这行的话，就是去敢敢去做罢了，不要想啊做到还是做不到啊，开始了就不用怕是这样子哦。OK，所以房地产，OK，给大家的忠告就是：你们可以去想，你们可以去相信，然后去做。你们知道今天房地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为什么你们要听外面的人讲，然后不加入这个房地产呢？所以相信自己，给自己做自己的决定，然后去加入一些你想要加入的东西。我以前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我从来不会穿什么 suit 啊、外套啊，不会穿什么。
那个叫什么？哎，那个叫恤衫叫什么？恤那个里面那个叫衬什么？衫，shirt。衬衫啊，我不会穿这种这样窄窄挤着我的奶啊，挤着我的手啊，我不会穿这种衣服的。可是今天哦，穿这种衣服的人呢、啊，你会觉得哎，他好像很 high level 啊，好像跟我们 level 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呢、啊，就是拿一个阿龙 bag 啊，就是穿一个球鞋啊，哦，你的那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加入房地产哦，你就会慢慢去改变了你的心态、你的素质跟你的等级。OK，不是因为衣服，是因为房地产你接触的人，OK，都是不一样。例如他现在跟你打买到屋子，OK，你拿一个阿龙 bag 去跟他讲话，他会跟你讲，哎，哇，怎么这个人这样奇怪的？这样久而久之哦，你加入这个房地产，你见了顾客，你就会变成很有形象，你就会觉得，哎，今天。哇，我加入了房地产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对吗，Jordan？所以你是讲这，我们做房地产，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形象在嘛，才可以。我们卖的东西不是，一两块钱的东西，是我们卖的东西是100千、200千，甚至是整百万的东西。所以你是讲，因为我们卖这样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素质穿衣的品格也会穿到更好，是吗？嗯，就是更对，好看，比较 presentable 一点啦。对，很好。所、so, 以问你啦，你刚刚问回我嘛，我们给年轻人什么忠告嘛？其实我也是很年轻的，我今年才22岁不了，没有啦，我24岁。所、so, 以今天呢、啊，你有什么忠告要给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很多还不敢踏入这个行业的人，一些忠告，就是可能一些名句，就是给他们知道，哎，其实这个房地产是怎样的东西。对，我刚刚就是讲过啦，其实如果要做这个东西的话，就敢去做罢了，因为这个行业肯定是赚到钱的。如果你有在努力的话，你讲到名句的话啦，我可以大概讲一点，讲一个东西出来，就是你跟别人打工，可能你有一天你会被炒掉，但是你在做这个房地产的时候嘞，这个是我们自己用双手赚来的钱，就是讲。我们其实房地产就很像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意这样子，你有做，你做多少你就拿多少，你做少的话你就拿少咯，你做多你是没有一个 limit 的，所以人家永远是炒不掉你的。然后，我们如果有一个赚钱的 skill 的话啦，这个是来讲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讲嘴巴要会讲话，有了这个 skill 的话，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以后啊，出去做工啊，会被炒啊，还是什么东西哦？OK。嗯。So，房地产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很多啦，因为我也是在一年多前我加入房地产，Jordan 也是在1年前加入房地产，对啊，嗯，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一年前加入房地产。OK，So，做房地产啊，最主要的东西是要先做人，再做事。OK，就算你几厉害都好，你不会做人，OK，你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So，这讲个讲。是我给的名，OK，讲讲啊。OK，例如今天呢、啊，做人第一，我要讲到感恩啊，我还是讲回我之前那个东西，你要会感恩。OK，在房地产啊，你每次会见顾客，这样顾客有时候你每天打给顾客，还是你会见顾客，顾客会给你一些不好的反应，还是会有好的反应。可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去感恩那个人，可能今天那个人不会跟你买 property，OK，你要去感恩他，你不要人家打给你，哎，人家。见了 appointment，你就跟他，哎，这个人不会买的啦，这个人不要买这样子的东西。So，你感恩他的时候，就算他今天不要买，你就想，哎，今天这个人，OK，我要解决他的问题，他不要买，可能他的孩子要买，可能他的孩子以后做我的 agent 还是什么。So，要学会感恩。还有一个东西，最主要的东西，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因为有太多房地产的公司了，太多房地产的公司，今天一个公司啊，它可以栽培你起来，栽培你到一个很厉害的领袖，栽培你然后买车啦，买奔驰啦，又买一个屋子啦，这样他今天栽培你嘛，对不对，Jordan？OK，对，他栽培你，他把你拉进来，这样今天哦，很多这个市场上的人他不知道了，他们第一他们不知道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今天你栽培了我，我要感恩你，不是他讲哎，我有钱我要去，我有钱我要去。总之，谁给我多钱我就去。说他不会感恩嘛？他不会感恩，还是跳去别的行业哦，一直跳跳跳跳跳跳的时候哦，他做东西做不大了。
好像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做了这样久吗？还在 Cornerstone，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系统，相信 Cornerstone 会带我们做更大，所以我们还在 Cornerstone， 对吗 ，Jordan？ 对，都、so, 我觉得感恩你是很重要啦， okay. 因为公司会给我们机会，就是讲我们现在有兼这样的成绩的话，也是公司给我们的机会，他栽培我们，花这样多钱在我们的 training 啊，给我们那些 leads 啊，甚至是我们遇到不会的东西，他直接是帮我们才得到完的。然后我们就从中慢慢的学习，才有今天这一步嘛。所以我觉得感恩是很重要了，感恩重要啦。OK， 所、so, 以 Vincent 他就进步了。其实今天的主讲呢，大部分是 Vincent 讲的，他是讲 80%， 然后 Jordan 讲 20%， 我讲 0.1% 啊。可是今天他就是有网线的问题，所以他就加入不到我们。可是 我们之后会再做到一个 live 给他啦。希望我们会有多一个 live 给你们呐、啊，因为他真的是有一个看台的介绍给你们。可是这个看台我可以在这边先 share 给你们。OK， 你们呢、啊、有没有买过一个屋子啦？是不用钱的，有没有买过？头期都不用，是不用钱，头期都不用。你们有买过吗？定金要不要 ？Interest 都不用。你们有买？你们有买？定金也不用。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还有什么要给啊？没有看过这样的，但你们有看到吗？如果你们有看过，你们打个一；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你们打一个二。有看过吗？用定金这样怎样定那个屋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给你们知道什么 property 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听过？大家就是不用定金可以买到房子。哎，叫云生不用进来有了。小敏生就 OK， 来我讲，等一下啊，大家稍等一下啊，不用我跟他讲啊，谁 ？OK， 所以真的这个人真的是要 life 也不会弄好他自己的网线，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不到这个人的思维 ，OK。OK， 所、so, 以下一次我们会帮他做一个 live 给大家啦。这一次的，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等着我们的康淘啦，我们就快点 share 这个康淘出来给人家，然后看一下大家有什么反应。可是现在没有人跟你扣一，现在没有人扣一，你看你自己看，永锦你 share。OK。So, 你先啦，不然你不要冲，你要厉害一点吗？你先啦，你先。这个东西，你觉得 ？OK。So, 今天哦，我想要 share 一个康涛给大家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不用用钱可以买到一个房子的一个概念。其实因为现在的 market 是这样，你不需要去买一些，你要用很多钱去买一个房子的一些，你不用去用很多钱去买一个房子。在这种 market 的时候哦，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尽量不要用到钱去买自己要投资的房子。所以今天我就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盘给大家。所以这个盘在哪里呢？其实这个盘哦是在 Bukit Jalil， 应该你们懂吗？苏邦你们懂吗 ？USJ 你们懂吗？在他们的中间。像今天这个盘呢、啊、，OK， 它是一个新的 property 来的，它是一个新的 property。可是因为我们 agent 我们自己本身呢、啊，我们有买很多，所以我们就 buy 起来全部的 unit， 然后全部一次过买。所以我们现在还剩下五间是可以给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买的。OK，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 property 啊。它是在 USJ、苏邦、三威跟 Bukit Jalil 的中间 ，OK，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location，OK、okay?。另外，这个 property 现在卖的价钱 ，Jordan 听到吗 ？Jordan， 啊，听到，够力了，我的 AirPod 没有电了，等一下啊，等我一下 ，Jordan， 你，给、okay, 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也知道一点啦，因为它的地点实在是太美了，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 Vincent 那天去跟 developer 借回来、他谈到五间，说我们现在只剩下五间啦、这个 property 的话他现在是不需要 booking， 不需要 lawyer fee， 不需要装修费，因为他的家私已经给你 70% 了， 70% 的家私他已经给了你，连
SPA 那些全部都不需要。有什么是需要他们给的吗？有一个 stamp duty 咯，大概是2500块左右。只有 stamp duty 是要他们给啦。对，所以这个 property 啊，首先它是在 McDonald's，OK，McDonald's，banks 全部的 banks 应该是 Maybank 什么 bank 啊，都是全部都在它的旁边。这样它也是一个很 mature 的 township development 来的。它前面会起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也会起一个新的 business tower。所以这个 shopping mall 跟 business tower 会在今年尾好。所以今年尾我们的 projects 哦，我们这个 condo 交首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business tower 跟 shopping mall 就会好。所以，当他们东西全部好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有 tenant。所以这边呢，你一个月只需要供2000二，可是你拿的租金啊，大概是2500。所以 Jordan，我知道你在哈格壁有买一个 condo，大概600多千。那个 condo 现在你租着多少钱？4000多块，4000多，怎样租到4000多块？因为我分房租嘛，我不是一次过拿来租啦。我们装修了过后，我们是分成4间甚至是5间房这样子来租出去。就比起我们现在之前租的方法啦，就是maybe 一个月我们只可以去到2000到2300，现在我们分房来租的话，我们可以租到3000多甚至是4000块。所以是So 比 no 那 no。些 normal rate 高出一倍。So 如果那些人不要分房租的话呢？要分房租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到2500左右。2500，所以他是供这2000的，可是你可以拿到2500的租金。对。另外就是现在卖的价钱比外面便宜，现在连他是可能年尾才好嘛。所以连 interest 啊，他都不需要你给任何的 interest，他会给你 subsidies 完全部的 interest。你是拿0块钱去买一间500多千的 property，这个是我们可以给到你们看到。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在下面打一个 PM，我们会有小助理去跟你们，我们会有小助理来找你们呢。OK，你们快点在下面 PM，然后我们就会去PM 你们，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康淘。So 好，So 你还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给大家吗？有人我的分享就是这样子。你还有东西分享吗？我有一个东西要讲一下，补充一下啦，OK，给大家知道一下。So 今天哦，我们这个分享就是少了一个人，可是他有跟我提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句子，不是一个句子，可能一几个几句话。说、他是跟我讲什么呢？诶，觉得你有听到吗？那个东西？林森讲的那个，我听到，可是我忘记了。OK，他是跟你们讲，OK，作为一个 agent 啊，OK，作为一个 agent，OK，说、很多人讲你做 agent，到底好不好做？这样子其实做 agent 前3个月。OK，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东西，因为前3个月你不会有任何的收入。可是你要改变，就会在第4个月的时候改变你自己。第4个月的时候，就是你改变你自己的最好的时机，因为做 agent 一定要挨过，因为前面3个月嘛，是你要学习，要了解 project，要懂啊这个东西是怎样这些东西。所以第4个月过后啊，你就突飞猛进了，因为你苦完了过后你就飞了。说、这个是对卓啊人要分享给大家的，哎，不是，冰生要分享给大家的。，OK，冰胜其实是在第4个月，他才开始做到一点成绩出来了。他在前3个月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做到。都那个时候，你就把他丢去自己去 handle 一个 project，然后他也想通了啦，然后他就开始很认真的做，也是这样子，他就。做了很多的 sales，然后就成为了今天的 leader。OK，说、最后一个分享就是，哇，今天真的是本来我是主持人的，变成我是讲话那个，你们过分吗 ？OK，做 property agent 啊，我这边有收到一个 PM 啊，他问我，到底做 property agent 需要学历吗？OK，其实做 property agent 是不需要学历的，你不需要好像。
他们这样全部都是大学生，你可以好像我这样，其实没有读完大学，我就跑出来做地产了。So, 做 property 啊，是完全不需要学历，你的这些东西，你的这些缺陷啊，可以在你做到 property， 你赚到钱了过后，再弥补上去的。因为做 property 是要慢慢去进步，慢慢去学习的，不是你想，哎，学历可以，有学历就可以做 property， 没有这个东西。就算你不懂英文，你不懂华语，你不懂华语，你不懂印度文，你不懂什么，你不懂除了印度文，你不懂马来文 ，OK， 你都可以做的。因为你因为讲话，或者你因为你因为沟通去接触到 customer， 你慢慢你会学习到，哎，其实这东西是可以学的，因为后天会帮你补的，所以不需要讲，哎，你有没有学历，你有没有学历去什么啊？你不用有这个东西的。所以有学历当然自然会好，可是没有学历也不用怕，因为你要知道，没有学历的人就好像我这样，我不是没学历，我有一点学历。所以没有学历的人就好像我这样，可以在一年里面短短的一年，因为没有学历 ，OK， 赚到人生不止第一桶金，可能房子都不用几间了，车也不用几辆了。所以这个就是房地产可以给到你的东西，因为你的梦想很贵，所以你一定要决定今天你这个。你这条路要怎样去跑？如果你不是加入房地产的话，还有什么可以让你可以在一年里面可以达成你所有的梦想？你想一想，就要去踏出这一步了啊！敢敢去做吧，敢敢去做。嗯，都如果有谁想要做房地产的话，你们可以在下面 PM 啦，我们也会联络你们。都如果谁有想要去做房地产 ，OK， 你们不要 PM 啦，你们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们。OK， 你们看到有一个我们的那个 link 那边，我们其实已经写好我们的 WhatsApp 跟我们的 Instagram 了，你们可以去 like 我们的 Instagram， 你们也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 WhatsApp， 所以你直接找我们，我们会跟你联系，我的助理会直接找你，跟你联系，给你知道到底房地产你要怎样去加入。OK， 所以我们的分享呢就到这边，觉得还有补充吗？所以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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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拜拜。拜拜。